华活动呢，最大的特点就是都是由学生，包括中学生、高中生，还有海外留学生回来到上海一起来策划和参与的，它不是一个大人的活动。作为我们的协办方之一 GC 国际青少年，因为我们的背景呢都是从海外自己读书回来的老留学生，在国外生活工作很多年之后，我们认为呢学生最缺的啊，尤其是和这个西方教育比较之后，这边中国学生最缺的是一个和社会的实际的接触，对社会的了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 GC 青少年呢要组织类似这样的社会活动，让大家对公益有了解，同时呢通过自己的行动呢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能力改变社会， make a difference。作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我觉得这次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为这次活动组织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而且想到自闭症儿童在这个社会所处的地位是我们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来让自闭症儿童能够在社会当中独当一面。作为此次活动市场方面的组织人啊，我在前期准备工作当中提高了个人与他人沟通和交流的能力。在这次关爱自闭症儿童的活动中，我作为科创部的主要负责人，邀请了 MIT Fab Lab 来一起参与这次活动。在活动中，我们一起策划了两个游戏，分别是围棋游戏和记忆游戏。小朋友们对这些活动感到非常的满意。在活动过后，我们也通过 3D 打印，制作出礼品来分发给小朋友们。在这次活动当中，虽然我们在举办的时候也遇到了一系列的瑕疵，包括场地的分配问题和器材的分配问题，但是也通过我们的硬技能力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活动带给我最多的还是我们团队的协作能力以及我们的硬技能力。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社会上有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爱心和我们的热情去温暖身边的自闭症儿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活动，让更多人一起参与，每个人做一点点。在此我呼吁大家为自闭症儿童多多献出一份爱心，关爱自闭症儿童，有爱的世界不孤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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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